想到要哭。其实会比较担心我妈妈，对，因为今年罗巧伦不在家过年，她跟彩华姐出去玩，就等于是两个女儿都不在，今年就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样，怎么办？对，也蛮舍不得的。当然会啊，哪有可能不会？我在家过年过了40年嘞。新手人气何一佩手随安回高雄过年，担心妈没人陪，做菜做到流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今天呢，要带给大家的是新手人气快速上菜，带给大家的是香橙鲍鱼，然后香煎干哦不，干煎乌鱼子，以及山药人参鸡汤。老公都喜欢吧？他基本上不会说不喜欢。新手人气何一佩来森林新闻网，边做菜边抬杠后，你帮他准备那个爱妻料理啊，那个练身。对，其实我有问他说你有没有想吃什么，但他就会求生欲望非常的强烈，说只要是你煮的我都好。如果有人跟我一样，今年第一次做行补，想要看起来比较gay白一点点的话，这样的是一个方法。这个是很 OK 的，你不会太被。我紧张了，绑不起来。何一佩曾标榜不婚不生，但去年九月打破原则，还合作八年档的龙雨生登记结婚。今年有了高雄行补的新身份，回南部过年。谁结婚没有一点冲动？人有时候想法的改变真的是一念之间，突然间你就觉得好像这样也可以。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更过分，他就说。不是啊，他都年纪这么大了，为什么还想结婚？今年说是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为什么这么着急？我说没有啊，今天就到了嘛。那要结婚，两个人也都没有意见，那就结喽。然后我今年也就是加入了抢票的行列。高铁第一次啊，因为以前完全不需要。你知道，就是龙大哥最近因为on档嘛，所以我们也不用指望他就是抢票这件事。我已经抢到了4点多的高铁票了。我后来就跟龙先生讲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抢到了4点多的票。他说这样很好啊，回去刚好吃饭。我说你认真吗？他说对啊，回去刚好吃饭，这样很好啊。我说你是故意想弄死我吧？我说我第一年跟你一起回去高雄。然后你叫我刚刚好时间回去吃饭，我说你在给你挖坑呢，是不是？他就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以前都是刚刚好时间回去吃饭。你说他是不是神经很大条？他还跟我讲说，这时间很好啊，是不是很可怕？第一年没有在家里过年会紧张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他们家的家人都对我很非常的亲切。其实会比较担心我妈妈，因为今年罗巧伦不在家过年，他跟。彩华姐出去玩，就等于是两个女儿都不在。正好前天问我妈说，过年有没有要我帮她准备什么东西？妈说练啦。我妈就是，她就说不用，因为每年过年都是早上她拜拜，我都会陪她，就是整理东西啊。完了以后，她会去店里面拜地基主，然后就是家里面我会帮她整理啊。今年就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样，怎么办？对。也蛮舍不得的，当然会啊，哪有可能不会？我在家过年过了40年嘞。就是我妈妈，她之前疑似胸部有就是肿瘤，对，我们就是有去开刀，然后做了很多检查等等的。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妹妹跟我讲说，妈妈好像有点困扰，就是胸部长东西。然后我说妈妈没有跟我讲，然后她说因为妈妈说不要让你知道。知道你那个心情就很复杂哦。我妈说，因为你结婚了，然后说不要让姐姐烦恼这么多，你怎么会受得了？是你想骂脏话，就是说到底跟我结婚是没有关系。后来整个切除之后，整颗下去化验，它是良性的。在整间听到的时候，我超想就是原地尖叫了嘛，就觉得哇，没有什么比这个就是还要好的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千里吴珊如，我是李婷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余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到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好一派
都让你欢喜，都让你大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配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。